哈喽，这里是 Zombie 时代啊。2024年1月16号，昨天晚上有一个宝可梦珠子新的配信礼物，新北上手机壳啊，选择宝可入口，选择宝可入口站，神秘礼物，通过序列号接收，打上我画面上方的这个配信码，啊，就可以领取宝可梦珠子灵芝密宝中桃歹郎相关的这么一个新的手机壳。手机壳的背景啊，上面还有那个三个宝伴，还有桃歹郎啊，是偏紫色风格的。领取完之后，在这个界面上按十字键的左键，然后选择手机壳进行更换。OK， 那么这期就先逼扯到这里，没领的小伙伴去领取一下。